位，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借着福音如何的劝化人的心意啊。那今天我们讲多一个有关的那我们不只是要得到劝化，我们要得到感动。各位上个星期呢，我们特别说，如果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的话，圣经的话，那就算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人也不会相信的。那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很重要呢，就是首先要有客观的一个观念，客观有了，然后有一个主观的一个经验，这都我们都会知道的。那我们的神的话呢，是经过40多个作者1500年的那个历史，有各种各样的证据，这个自然界也告诉我们有上帝的存在，有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并且呢，有很多为着福音、为着基督信仰的一个证据，而且各宗教也有很多的指向有不足的怎么样说不足呢？就是在罪得赦免方面没有办法完全的释放当时现今的那个不公义的地方没有完全能够得解放的一个事情啊。所以都告诉我们人性来说我们神的话告诉我们唯一的能够解决我们人的那个问题，罪恶的问题，我们亏欠的问题。那圣灵呢，圣经也这样说，圣灵是什么？我们主观的经历不是借着额外加添的信息，对不对？只有因着神的话，那神的话给我们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也不是很会顺服，愿意顺服。那圣灵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光照神的话，叫我们能够相信，叫我们能够顺服，愿意顺服。所以如果我们依靠有一些比如说经验经历，那这些呢好像比上帝的话还有力量或者是好像神的话可以不用听了因为有些经历好像感觉得更平安更好或者是说有些的感觉能够叫我更亲近上帝，除了认识神的话，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不是从圣灵来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圣灵呢是光照神的话，圣灵是把神的话揭开出来。一个人为什么他重生重生是用什么？用神的道，神的道进来了，所以他重生。所以如果一个人他除了神以外除了神的话以外，他得到了另外一个感动，各位，这个不是圣灵来的圣灵一定是借着神的话来感动不然的话就有人的意思在里面了各位，好像人就用圣经来读一些成功性的东西，人用圣经以外的东西来得解放、得释放、意志释放。那各位，我们知道这一切其实不一定是好，看起来呢暂时我们能够靠近上帝一点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呢你受了这个感动以后呢，慢慢你会发现你对神的话渐渐失去一个敬畏的心，你对神的话慢慢觉得说没有这么有能力，觉得厌倦对不对？所以你怎么能够用你的心意来跟从神呢？各位，我再说一次，为什么我们的心意要在一起心和意念其实心不是在我们只有这里心是我们的思想的中心，好像这样的。如果你怎么知道我说为什么你经历不到上帝的爱，为什么你经历不到上帝的作为？我说一次是因为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你连接不完。为什么上帝给你有冤屈？为什么有罪业？为什么撒旦攻击？为什么你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想不通，所以心才开始有矛盾。但是如果你的意念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 Renewing your mind， 对不对？你的意念方面继续更新的话，继续连接的话，你的心同时连接到底的如果我们
在心里面情感意志没有的话，换一句话说，都是在我们的意念方面没有连接。所以撒旦借着这个空缺呢，告诉我们上帝冤枉啊，上帝没有真正的爱我们啊，那痛苦啊苦难啊没有一个答案啊，好像这个世上的那个偶像啊，还有世上里面你所要的东西好像更好，对不对？这些东西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这些是因为我们的连接没有连接到，是这个问题。神的话有一切的答案啊，圣灵要接着神的话把一切连接起来，叫我们的思想意念信念能够把这一切能够连接到底。那这样的时候我们马上会明白什么叫神爱，然后就有意志想要跟从他。我再说一次，有些人说他知道救恩了，他们知道应该跟从神，但是他们在思想方面呢有连接不到的一些答案，所以他们没有答案，或者是说他们答案没有齐全，所以心里的力量没有发生。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的话，不去神的话里面找那个力量的话，找那个答案的话，那你会去哪里找呢？你去哪里找上帝爱你？你去哪里找上帝没有离开过你？你去哪里找啊？如果你不依着神的话的话，你会去哪里找？你就会去找一些，比如说我要去多传福音然后这个传福音好像听起来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要体验神爱我，神愿意使用我，所以你走到那个地方去了会怎么样呢？只是为了一个感受，这个感受，或者呢意志释放，或者是方言，或者是各种各样，各位，这些东西呢为了什么？你怕没有看到上帝，你怕没有信上帝，怕没有看见神的同在。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原来你根本不信上帝，不信上帝的信实。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要信的话，其实不是怕的，对不对？不是找外在的一个证据的。如果你真信的话，真要信的话，你回到神的话，然后理解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欠缺不一致有缺乏的地方，那时候你按着神的话来顺服，接着这个你就会看见神有信实，那你就能够信了，对不对？所以各位不然的话用另外一个方法，你叫你自己呢不能够相信神的话，轻看神的话，慢慢呢你用神的话的时候呢，你一部分一部分一点一滴撕掉或者说就选择一部分能够给你答案的你才信，这样。所以慢慢就会失去感动，失去信心就有这个问题。所以一直感受不到神的爱在哪里做了信徒久了很久了，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恢复其实都是在神的话方面就是开始有了一个疑惑所以厌倦神的话的一个时代呢，我们不要逃避，我们要面对所以如果刚才我开头的就已经说了，如果我们不信神的话，就算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也没有用对不对？这个是拉撒路跟财主的事情嘛，对不对？如果不信神的话的话上个星期也说什么呢？就是像犹大出卖耶稣的加利犹大，他三年半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看见他的温柔，看见他的神迹，明白了一切，感受到他的一针见血的很多的那个温柔温顺，但是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重生，不能够理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他知道但是没有连接。所以各位，不信神的话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如果你信神会接着他的话一切圣灵也借着神的话来感动的话，那各位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是上帝圣灵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最强烈的感动对不对？
因为耶稣基督的事啊的故事就在圣经里面，而且这个感动是最深的。啊，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四啊节开始哦，十四十五节是上个星期我们结束的时候啊。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各位，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新的生命的一个目标了。我们记住这个事情啊，这其实是从谁讲的？就是使徒保罗为着对着这个哥林多这个羊群来说的。他们是很辛苦吗？其实他们当然有他们事工的苦，但是呢，他们知道这个是享受在神里面的那个荣幸，能够将神的那个归回与神和好的那个事工和职位，这个是一个荣幸。所以他们劝哥林多信徒恢复，也信他们是从神而来的这个，所以他们劝也是不只只是相信他是使徒啊从神来的，他也劝是因为呢信了过后呢劝的是过后呢，他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得到这个荣幸，甚至知道上帝愿意用他们来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所以那问题是，这个哥林多信徒呢，他们甚至都不能够分辨真的跟假的教训不能够分辨使徒跟其他的假教师。各位为什么呢？各位有没有想这些假教师呢，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不对？不是为了主。他们呢是讲话啊还有良知啊都有问题，为什么这些哥林多信徒会去信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呢都是以外表外貌有更多的恩赐，更多的一些会讲各种各样的方言啊医治大能啊这些东西，为什么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哥林多信徒会跑到会喜欢会追求比较有力量比较有能力比较有口才的这些的假教师多过使徒保罗呢？我们从使徒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其实圣经虽然说他笨口然后不能够讲话这样没有口才这样，但是我们看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口才的，对不对？我的意思是他的思路很清楚所以他说话可能深，可能是因为深所以人听的时候好像感受不到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 很有思路的意思就是一定不是只有说他没有口才，反而呢是说有一些人好像如果要讲口才如果要讲一些钱财外貌的话比来比去比不完那这样的话如果你比这些的话，使徒保罗有一天一定会输嘛，对不对？因为他也是一个人来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哥林多信徒反而会去跑到相信这些假教训不是圣经的话语单单圣经的话语，圣灵能够接着圣经大大的感动我们的这件事情，圣灵能够借着圣经能够给我们一切答案的那个事情，为什么呢？所以换句话说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对福音的那个了解不够精确所以我这里为了消灭一切外在的一个影响力我们要挑动思想跟心灵所以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他做的从十六节到二十一节他讲明什么福音的奥秘了更深的更深的一个事情福音的一个教义更精通的来讲来挑动来 provoke their mind and heart 对不对？来明白什么叫福音。那各位讲这个的时候好像很深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们甚至会觉得深，但是这个事情是感动我们大大感动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别的地方找那个感动，我们回到神的话回到神的真理来找
精通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意更新了，我们的意念更新的话，我们的心直接会更新的。我们对神的话意念更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心在哪一个地方有了元气，在哪一个地方没有了答案，所以被世界各种各样的事情受了影响啊。所以啊，激动了过后呢，发动了过后，他们就会明白，哎，一个人如果是使徒的话啊，从神而来的，他会用什么东西啊，他会怎样的节制严谨，但是不出于诸外神的话，但是严谨神的话，但是相信，因为他是相信神的话本身是有能力的，所以呢啊，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事工的一个职位啊。所以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啊，乃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了他啊，认他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不凭外貌，不凭肉体的意思，不啊啊，就是说不要只有看那个外表，到一个地步啊，你被那个外表的东西骗了。对不对？因为你追求你要那个东西，要到一个地步，那个东西给你啊，就是走错了，要错了一个东西啊。所以他们被这些假师傅啊，有点误区了啊。所以啊，但是如果我们啊，因为基督重生的话，那我们不要再以外貌看事情啊，啊。那这个不代表说我们把全部的外貌、全部的肉体的事啊、现今的事把它丢掉啊，不然的话，这样的话啊，我们就失去丢弃我们的信仰了。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以他的肉身来为我们牺牲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不是用他的肉身外貌来牺牲的话，那我们怎么会有救恩呢？所以不是丢弃，乃是说我们重新明白基督啊，比如说他从马槽里出生。但是以前呢，我是看，哎，很可怜哦，小 baby 这样哦，好像很可爱哦，很温柔。但是你经过明白重生了过后，哎，你看，你明白，这个是在神国里很荣耀的，他的贫穷给万人富足啊。为什么是这样？也不是只有在金钱上，对不对？不是在金钱上，乃是在于那个心灵里面，在神国度里面的那个丰富。所以超越型的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不单单只是说你在基督里面的救恩，乃是说你如果在基督里面的救恩了，在基督里面了，那你是有那个新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想要多能够被神使用，对不对？被神看重，被基督看重。然后呢，他不想什么呢？他不想只有在众人面前、世界面前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人所高举的东西，不要了。人所高举的东西跟基督所高举的东西，哎，慢慢你发现有点不一样，不一样，在基督里跟不在基督里不一样啊。所以呢，你想在基督里面啊，要继续追求的时候呢，现在发现不是人所追求的高等的事情，乃是什么呢？敬畏神，心里面跟神有正确、有清洁的良知。所以旧事已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世上所有的事慢慢消失。你知道有些事情你喜欢，你看得到好，但是你知道有一天是会过去的，所以渐渐过去，在暂时的时候也会过去，新的就会来了。所以新的意思就是讲，谁是新啊？就是新人，在基督里面的新人，就是这个渔民，换句话说，就是愿意追求神、愿意在基督国度的人、努力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能够得到一个职分，为主而活，被神看重，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当然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些人就说，哎呀，不想这么
多了，好像很重，但是我知道你心里面 是不是想要一下子，当然这个东西不是一下子，你要也不一定，是说如果你在神的国度里面能够有更多的超出的那个平安，不是只有世上里面的，因为我知道世上里面的平安也是短暂，所以但是在神国度里面的那个平安和喜乐完全不一样，我赐你们平安不是世界所赐给你们的平安，对不对？耶稣基督说了，我赐给你们的从肚腹里面涌出活水的那个江河，这个是在基督里面的，对不对？所以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各位，一切是出于神，那这个一切出于神呢，如果我们跟十七节十六节几节来看的话，不是讲上帝一切出于他，就是他是创造者，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上帝是创造者，但是从十七节严谨来看呢，一切出于神，一切这个东西是讲重生，在基督里面的救恩所带来的一切的新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神在重生被拣选的人的这个方面的恩惠恩典临到的这个意思，所以创造性的那个工作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对不对？所以在人方面呢，他重生了，重生了，所以他不属于他要慢慢的甚至把世界地上的事情呢慢慢忘记掉，这个不代表说他就是对世上的事情呢越来越笨，越来越不实践，不是这个意思。他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所要做的每一样事情，所要实践的东西都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着地上来活的，是为着永远。他现在所做的都是得到将来的事情，他心里面有知道，知道玩一下看一下做一下这个世界里面的事啊，这些事情呢有一天是会过去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有一个新天新地这样。所以呢他与神和好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被劝导，有感动，有感动。什么感动呢？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个，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其他的吗？然后他会发现还有多一个东西最重要的。再说一次，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能够常常和好。那和好，各位，和好跟不和好和好得救的人不一定有和好哦，对不对？重生的人不一定与神和好，因为有些瓜葛，有些冤屈，有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总是没有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或者是说你心里面怕，心里面有些东西没有解决，那没有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跟神之间的关系总是没有和睦。这是第一个，这个是在从神里面来的，必会给我们的。那第二个呢？如果你得着的话，你一定马上会怎样呢？你很想参与与神和好的事工，因为你得到这个好处的话，你也愿意与人和好。如果你与人没有办法和好，你知道这个是福音要传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是没有福音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享受与神和好的关系你就会想到另外一个旁边的人，没有享受与神和好的关系。那如果你没有心传，没有心想要跟人家说到与神和好的这个关系的话，换一句话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真正的和好，有一些空缺，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一个一个我们说，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神在基督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看见
基督就是好像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呢叫借着基督呢把我们带到与神和睦。为什么不是叫神跟我们和睦啊？为什么是叫我们与神和睦啊？所以这里用这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嘛，叫人与他和好，不是叫神与我们和好。我们就会想，是上帝对我们生气嘛，对不对？他有愤怒嘛，那为什么我要跟他和好？是上帝要先放下他的愤怒才跟我们和好？我们会这样想，但是不是。其实呢，因为其实上帝早就愿意与世人和好了，与我们和好了，所以他才差派基督嘛，对不对？他差派基督的那个意思就是他愿意，已经愿意创立世界以前就爱我们，拣选我们，这个意思。因为他已经预备了基督，耶稣基督，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或者是还没有认罪，天天的认罪悔改，在恢复与神和睦之前，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那我们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被说服，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得到完全的一个感动，一半一半，一点一点，所以人生很辛苦啊，辛苦在心啊，不在其他的地方啊，因为这个意念方面呢，找不到答案。所以这个换一句话说是什么呢？十九节所要说的就是要挽回，挽回己。所以对我们人来说呢，上帝有一个愤怒，好像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仇恨的那个关系。如果不和睦就是有一个仇恨的关系。总是感觉到上帝不跟你贴近，你也不敢贴近神，或者是说你愿意接近神，愿意祷告亲近神，但是就是感受不到，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挽回己的一个事情需要啊，需要。如果你抓到啊，怎么样抓到呢？我们继续读就会知道了。怎么样抓到这个事情啊？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救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各位，上帝为了感动我们，他做了什么？所以他不只是写明我们的罪，他也给我们恩典。那写明我们的罪，叫我们不要逃避。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叫我们明白，他一直以来都在寻找我们，都在恩待我们。用着什么呢？用着他的牺牲，他的牺牲。所以这里很奇妙啊，神这里二十节所要说的是什么呢？好像神借着我们，就是那些使徒啊，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所以是谁求啊？是神求我，还没有感动啊。神求我们，神为什么要这么低落啊？为什么要弯下身来？为什么基督要洗我们的脚啊？洗门徒的脚？对，神他劝我们，就好像他先牺牲了，所以这个就好像神呢把人的罪归算在使徒的身上，老师的身上，牧师的身上，因为牧师长老牧者们牺牲，牺牲来感动信徒，对不对？这个是和睦的，这个是和好的事工来的，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就慢慢会理解什么叫福音。我们有人来，当然，为什么你不要信也是这样好啊？但是人在他们的情况不明白，对不对？所以我们劝，我们爱他，我们欢迎他，对不对？我们理解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但是他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像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先显明他的大爱，那时候我们才受感动。所以一个人不受感动是为什么呢？句话来说，不是心的问题啊。我再说一次，不是只有情绪上，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情绪上的问题，不是要摸来摸去的问题。
摸这个情感的事情的问题。当然人需要这个 touch， 对不对？这个 touch 要从哪里来？从一个牧者来。但是这个牧者呢，不是假教师。如果是假教师跟你 touch， 假教师跟你安慰牧羊的话，更糟糕了，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需要一个福音使者，他是从神来的，他是基督福音的代言者，他明白神的心意，然后牧羊。这样的时候呢，他牧羊，他知道羊群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 touch， 那个是一个桥梁。最终呢，羊群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样的时候，他自己才会在他心里面受到劝化，受到感动，被感动了来到神的面前，被感动了，愿意亲近神，愿意顺服神，所以他不会做一个老油条、老信徒这样啊，留在那个光景，他不会好像一个冷冷漠漠的，他会心里面会苦，心里面会闷，心里面会痛，心里面会哀痛，心里面会饥渴，对不对？这些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里二十一节很清楚了，这个福音最奇妙的一个基要就在这里了。神将那个无罪的替我们为罪，是谁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罪。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算什么？没有罪了，就在神里面看为无罪了，是不是这样？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对不对？所以好像基督被视为是罪，我们被视为同样的被视为是公义的，因为是公义的，所以上帝可以接纳我们。各位想，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跟神和睦是为什么？不要说很多时候，每一次，每一次不能够跟神和睦都是只有一个理由，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做不够，做不好，我们不公义，我们不够好。不然就是你觉得公义，但是不是上帝的义。所以这里说什么呢？你成为神的义，不是随便的义，成为神的义，这个才是真的和睦。你知道，你明白了，你成为神的义。哇，这个奥秘啊，奥妙啊！你怎么知道你是成为神的义啊？其实这个是福音来的，福音的精通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一看那个奖章啊，从第一个，我们认识在基督里和不在基督里的那个事实啊。所以第一，所以重点是我们要怎样在我们的心意得到感动啊，被说服然后得到感动啊。我们先要知道，在基督里面的好处跟不在基督里面的不好的地方啊。所以，第一，首先呢是除了被基督的灵所影响以外呢，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信心，没有办法得到安慰。我们先要理解这个事情啊。那各位，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灵属灵的事情啊。而存在的都有上帝为着新天新地而有的啊，所以呢，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如果就是为了要带来一个新关系，说如果你在基督里面的话，你看一切都是新的了，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了，你跟世界也好，你跟自己也好，你跟家人也好，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好。你跟教会的牧长们也好，你跟你的下属也好，跟孩子们也好，当你被耶稣基督的灵影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完全改变了，改了，变化了，你不再用人的眼光看了，如果你在不在基督里面的话，你就一直用人的眼光看，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那没有应许。但是如果你在基督里面的话，有失望，但是你心里面存着一个盼望，其实该有神的美意，有神的带领，有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
然后有盼望的时候，你继续听到，继续寻找，你不会失望。有些诗歌说，当我们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答案。有基督，对不对？他没有讲有没有答案，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诗歌其实有点骗人。其实告诉我们的是，在基督里面，一切的答案都有。问题是我们不懂，我们没有找出那个答案，所以我们才没有平安。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个世上的事，所以才有不平安，没有救恩。所以不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以外貌，以人要的东西。各位，为什么人会忧愁？为什么人会冤屈？为什么人会进到忧愁甚至忧虑里面？为什么啊？因为简单来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人一直跟他比。其实人也没有跟他比，他就是要比。人有的东西他要，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忧愁，在得不到多一点的时候他自卑，在得不到的时候他怎样？忧虑了。忧虑因为一直担心没有得，然后很忧愁，很沮丧，很被压，什么都没有。但是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这些东西，第二，所以没有被神的灵重生和更新的人呢，在神的国度里都是旧事和无用的。在基督里面呢，这些东西已经开始不这么重要了，没有重要了。为什么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但是还是有忧虑的？其实他不明白这个东西。以简单来说，福音的精通，深一点来说，不挑动。如果一个有忧虑的人呢，或者是有忧愁的，他如果还不被这个基督的福音挑动的话，他很难继续得医治。但是他继续被挑动，必须被挑动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是会想，为什么这么重要？有什么东西比神国度里面的还要重要？使徒就算是使徒，他所信的耶稣我也一样信，他得救我也一样得救。各位知道吗？我们的那个福气何等大。长老、执事、牧师所有的那个福音，跟一切信耶稣的人所得的福音的那个好处一样，一样，所以都同等了。还有什么东西会叫我们揪心有问题？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只是过去很多的伤害，不只是过去有很多的问题，乃是什么呢？我们在世界里面所有想要追求人所看重的东西，但是呢，现在我们追求什么东西呢？我们否认了，我们否认自我的事情，所以还是有一些牵挂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否认，否认，有时候牵挂，有时候还是会想，有时候还是会叫我们因为挑动我们，有试探来，但是我们否认，我们拒绝，然后我们继续学习，为什么这一切对我们不好？我们继续学习的时候，继续听到的时候，有一天明白过来，明白，明白，为什么追求上帝真是好，明白到完。所以才会明白，哎呦，这些假使徒啊，假教师啊，他们是追求外貌的，他们是追求自己利益的，不是追求神的。所以如果你追求外貌的东西，你怎么能够认辨追求外貌的这些假教训啊？如果你追求基督，单单纯洁的追求基督的话，你马上会认辨什么是假教师，什么是假的老师们，假的虚假的一些道理，因为他们要挑动的是人的那个欲望，对不对？你就马上会发现这些东西看起来好，似乎是好，但是最终呢，不会真正的给你真平安、真安慰、真信心，对不对？唯有新人在基督的国度里是兴盛和有活力的。所以我们呢，在教会里面
也都应该强调这些事情啊，啊，就是在基督里面啊，在基督里面的好事啊。所以新人呢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个新天新地，所以一切都会变成更加好。然后继续成圣，继续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在主里面，主的国度里面呢，继续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他是越来越喜乐的，越来越喜乐的。这个喜乐不代表说没有问题哦，对不对？但是他可能会有点怕，但是越来越明白而放下，这个心照了啊，一切啊。如果有人在基督，他就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有时候给我们一个错觉感哦，好像信主过后没有问题了啊，什么都可以做了，什么都可以随意了啊，不需要再认罪了，罪已经过去了。有时候给我们这个错觉感哦。如果我们只有单单这样读的话，但是我们看圣经，然后看上下文的时候，圣经就会说，如果你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继续追求，追求到一个地步，忧愁也来，然后你的心也被玷污，所以那时候你慢慢会有一个释怀，你明白可能问题会来，但是你慢慢看见问题有时候有一个重量，有一个荣耀在那里，叫你能够面对，叫你更加体会属灵的事情，更加明白，也更加愿意想要亲近主，亲近主。各位爱主吗？那主的爱临到你吗？主的爱怎样临到呢？当你要亲近主，当你要坐下来祷告的时候呢，你感受耶稣基督与你接近多少呢？那你怎么能够感受到他靠近你？你带着什么的意念？你怎么知道他靠近你不靠近你？你问你自己的心，你就知道。很多时候不顺服啊，不是爱主啊，或者什么，对不对？这些东西，或者想不到神的应许，为什么？为什么想不到？其实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心里面干净，你知道你一切所做的，你都尽力了，你就尽力了，你在神面前尽力了。虽然有一些污点，虽然有一些做不到，但是你马上跟他说，圣神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可以讲这句话，你知道主靠近你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圣经也说上帝使爱神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心里面没有爱主，你怎么能够看见万事互相效力？所以那个万事互相效力的那个安慰，还有平安，还有那个和睦，还有那个勇气，那个刚强，怎么领到？怎么领到？对不对？所以主的爱领到你的话，那有没有真实的进到你的心意？你回应神的时候，主，我知道我爱你，这样。第二，神在基督里向人显现，唯要除掉过犯，叫我们与神和好。各位，神起初呢是爱人的，就爱人。刚才我也说过嘛，从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爱了，所以差派耶稣基督。但是需要人需要领会基督怎样挽回神的愤怒，不然的话呢，他没有办法接近神。就是从人的角度，对不对？所以刚才我已经解释了，所以我跟大家说，信耶稣是一回事。但是信了过后呢，有一个差距。所以在这几个经文里面，大家会知道很奇怪的，为什么使徒保罗跟这些哥林多信徒传福音啊？他们是信徒哎，为什么跟他们讲在基督里面的福音啊，归算为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义归算为你们啊，然后你们的那个罪归算耶稣基督身上，为什么讲这个东西？为什么跟这个哥林多信徒讲这个？刚才我也是说了，对不对？我说过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方面的，因为我们的跟神的那个和睦啊，是有个差距的，所以
使徒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面的话，我劝你们以神和睦，对不对？劝你们以神和睦。你做很多追求这个意志，追求那个恩赐，追来追去，你怕好像要得一个桥梁来靠近神。但是你知道吗，在福音里面，你的心，你所信的已经是足够给你回到神，而且你在做这些的时候，你就错过了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所以呢，叫他们明白，当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好像我们跟神之间有那个愤怒然后我们看不到上帝亲近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恢复过后我们会怎样？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软弱就成为了理解了。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明白了原来你的软弱，你的罪恶，你跟神和睦过后不是跟神和睦之前跟神和睦过后，你就会发现原来你一切的过犯过错罪恶甚至软弱成为神怜悯你 compassion。 所以同样的，你看到别人有软弱的时候，你可以体会，你可以了解，你可以怜悯他，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软弱，你没有办法怜悯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罪恶，你不能够理解人为什么经过这个罪恶。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跟神原来是合一的，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要能够体会人种种被试探，种种被诱惑，种种的软弱，所以甚至成为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各位这个和好的事工是怎样发生呢？一定要在这个有和好的事工者，他与神和好了，所以神能够托付于他。所以这个和好的事工呢的这个职分不是神奇的，各位，不是神神奇奇妙妙的不是 magical， 不是 mystical， 对不对？不是神秘，不是魔术的但是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很合理的，很有秩序的，也非常正确的一个见证。就好比刚才我这样说的当我们跟人说，跟他们明白跟他们讲明为什么上帝已经原谅了，也是有秩序的，不要先说，不然人不能够认罪，对不对？人要能够与神和睦之前，他要能够哀痛，发现自己有问题，所以需要神，需要神因为神不需要悔改，对不对？神不需要改变，他早就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差派耶稣基督了，他已经愿意跟我们和睦了，是人还没有和睦，是要有秩序，人要知罪，人要知道什么是他的欠缺，来找神，所以他才会发现上帝的爱，上帝的宠爱临到他。所以呢各位，这个事情呢是这个和睦有时候有点复杂，所以需要时间对不对？我们跟一个人和睦的话，我们都知道吵架了过后没有这么容易的，需要时间的为什么需要时间因为那个情绪，那个罪恶，我过犯你，我对你了有一些过犯，你对我有一些过犯，然后这个东西带来很多的情绪，然后很多的意念乱想，对不对？人与人之间都有这个很复杂的事情，我们跟神之间也一样。这个和睦那个根基已经有了，但是要经过这个事情呢，有时需要在祷告里面吐说，有时候在祷告里面需要多明白神的话，多明白福音的那个精通，有秩序的，要理解的，要go through的如果人与人之间就是要和睦吵了或者借钱了然后不还了这些等等这些有问题了
有一个人就说 有一个 A 组就说好我愿意领我不放在心里面的 B 就会觉得你没有诚意等等、啊、很复杂的事情对不对没有这么容易说跟大家说这个和睦的事情、啊、是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来但是要知道那个根基在哪里要知道事实要明白要打开对福音要精通然后一步一步的要明白基督怎样救了我们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急不来的但是也不能够错过所以第三除了建立在基督的牺牲之上没有任何来自与神和好的那个感动啊，所以上帝是通过什么呢牧长们恳求与他和好所以是有一个牺牲的各位发现吗、哦、刚才我说了好像要求啊上帝求我们所以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之前呢我在想、哦、怎么样劝化人怎么样劝人那劝人到一个地步会不会自然而然更容易、啊、但是慢慢发现其实劝人、哦、其实要人有感动、哦、人要感动不能够自己自然而然出现的需要什么需要看见的需要人的需要人的所以我跟大家说这个没有实体的没有彼此看见的没有教会说怎么样能够有感动好像彼此之间有一个魔有一个劝有一个要求但是这个要求里面是什么要求一个恳求一个恳求恳求和睦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代表更加代表说基督的恩典呢到一个地步好像上帝呢弯下腰来愿意听我们理解我们虽然是羊群欠上帝羊群欠牧长但是呢就好比各位知道吗好像这个使徒保罗跟那个好像腓利门是吗腓利门书那个安尼西姆请你接受他请你接受他如果他有对你什么过错的话算在我身上就好像讲就好像讲所以上帝就好像讲愿意叫我们和睦如果上帝不听你祷告我跟你说算在我身上就是牧长们常常跟信徒说保证保证上帝必会安慰必会给你必会引导没有错过的事如果有的话算在我身上甚至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各位这个是天天的那个悔改需要天天的与神和好是需要的所以我跟大家说所以这个和好呢是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失去了所以怎么样能够被劝化怎么样能够被说服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心意能够有感动愿意顺服神所以我跟大家说没有这么容易这个是需要时间也需要调整心情但是很重要是这个需要继续传需要福音继续传需要就好像这个使徒保罗他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啊我天天为你们祷告我天天我现在写的这个书信就是一直在跟你们讲明什么叫福音我天天跟你们讲福音就是为了叫你们与神和睦对不对因为使徒保罗看到他们有一些不与神和睦的地方有纷争啊等等啊我属基督啊我属这个啊那个 啊还有什么呢就是要追求很多的恩赐啊然后教会里面有很多乱事啊就是知道他们心中不只是控告他们责备他们但是责备他们里面是为了要叫他们与神和睦所以需要什么呢悔改还有信心所以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基督里面的话你绝对能够与神和睦虽然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需要经过那如果我们辜负了上帝给圣灵担忧了那你悔改就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最后了成为神的义就是如果你要被神接纳你就会知道
是神的义的问题。你有没有神的义？你恢复了神的义的意思呢，就是神接纳你了。所以如果你要被神接纳，哎呦，这个不容易啊，你要有神的义。所以换句话说，唯有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在十字架的那个作为，你才能够得到神的义。当你得到神的义的时候呢，同样的，基督成为罪。所以这个呢，你的罪恶反而叫基督得鞭伤，对，因为基督的鞭伤你得医治。对，刚才我们这节经文 有读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看为我们是公义的。同样的，你看到你可以接纳，你可以明白基督成为了你的罪了，你的罪在他身上了。其实很多人就说，哦，基督为我死了，基督为我赦免了，但是他们没有好好的想哦。如果你们好，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好好的想的话，他一定会感动的，因为那流泪的。从那时候开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明白什么叫做他有神的义。有神的义的人呢，然后还不要与神和睦的话，所以使徒保罗在第六章才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是得救的日子了，如果不要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否认了。否认的话，那有一天连你愿意受感动也没有感动了。所以如果这个感动临到，那我们必要明白有一天这个感动必定会失去。所以有感动赶快接纳，赶快来到神的面前，不然必有后果。因为这个也是圣经说的，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有一点 contempt， 有一点就是怨倦，神的恩典已经这么明显还是厌倦的话，那最后临到的就是一个就是神的报应心的那个公义就来了。那各位，我们就讲到这里啊，盼望大家能够明白什么是感动。上帝是做感动工作的神啊，他做感动就是接着神的话本身哦。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接着这几篇道，叫我们明白主的作为，主在福音上，单单福音上有一切给我们好好思考的，也好好静下来琢磨的一个答案。怎么不去到别的地方，乃是进到福音的中心里面，那么随时随事我们与神和睦，也与人能够和睦。我们交托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Amen.